冷啊，简直就像睡在北极一样冷。小丸子，快起床，要迟到了。知道了，可我又不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北极熊，既然如此，就只能在被窝里换衣服了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啊，真暖和，还是穿着睡衣暖和呀。哦，对了。迟到了。早上好啊，丸子。早上好啊。哦，早上好，妈妈，早饭，早饭。我不是早就叫你快点起床了，给你。谢谢，开始吃了。哎呀，你身上这件毛衣怎么感觉那么紧呢？怎么会呢，完全不紧呢。胳膊这里都鼓起来了，是不是里面的衬衣没穿好，揉成一团了？可能是我穿得太急了吧，得赶紧吃早饭了。好冷啊！外衣里面穿着睡衣，没被发现真是太好了。真的好冷啊！果然还是穿着睡衣的保暖作用好呀，我居然一点都不感觉冷呢。冰淇同学，富田同学，没有受伤已经是万幸了。你们两个以后不能在教室里面胡乱打闹了。好的，真对不起吧。小玉，早上好。啊，小丸子，早上好。我说，冰冰和猪太郎怎么了？刚才他们两个人在教室里打闹，把玻璃都打碎了。你看呀。真的。真是的，天气这么冷，玻璃碎了，这不是更冷了吗？哎呀，小丸子。怎么了？我想知道，你是变胖了吗？可能是因为昨天晚饭吃的太多了。同学们，明天才会有人来修窗户，今天先用塑料布贴上了，那里很危险，所以呢，绝对不要去那儿。是。另外，窗的缝隙间可能会有风吹进来，如果觉得冷，把外套穿上吧。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今天穿着睡衣上学真是太幸运了。睡衣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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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不穿外套吗？我没事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你的身体可真好啊。小孩是风之子呀。明明因为穿着睡衣，却说自己是风之子。外面的风越来越大了呢。真的呢，今天这么冷，还要不要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？要是能去体育馆就好了。哎，今天的课程里有体育课吗？是第五节。是这样吧。怎么办？换衣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穿着睡衣，这可就糟了。小丸子，你怎么了？小玉，我没事。对了，趁现在去厕所把睡衣脱掉吧。我说小玉，我得马上去一下厕所。那么就麻烦你帮我把这些东西放到桌上吧。放心吧。好险呐！幸好我灵机一动，不然的话太丢人了。什么？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人呢？天真冷啊。是这样啊，今天可真冷啊。但如果不快点的话，休息时间就要过了。真是的。有11个苹果要分给5个人，换算成公式就是11除以5。无论如何，都必须赶在吃饭前把睡衣脱掉。答案是每个人吃了2个苹果，最后还剩下1个苹果。只要一下课，我就要赶在别人前面冲到厕所去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。好极了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想问。好的，请问是什么？等等，为什么要挑这种关键的时刻问问题呢？
剩下的那个苹果会给谁吃呢？可恶！像这个大笨蛋，这种问题有什么好问的？真是的，都怪小山又排了这么长的队。外云同学，今天是你当午餐值日生。可不是嘛。赶快过来呀。结果还是没能把睡衣脱掉。小丸子，再不快一点，上课就要迟到了。该怎么办呢？不管怎么样，肯定还是会穿帮的。就说早上忘记脱睡衣了，可还是很丢人的，够丢人的了。怎么了，小丸子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只能使出绝招了。今天太冷，肚子着凉了吧？这节体育课你就在保健室里休息吧，在床上好好暖和暖和身子，我过一会儿再来看你。好的。保健室的被窝可要比家里舒服多了呢。大家都在跑步，看着都觉得很冷啊。有些对不起在操场上跑步的同学们，可是我今天真走运，整整一天都用不着挨冻，白天还能睡在暖暖的床上，真幸福。还是春天好啊。真是好热，是个梦啊。怪不得这里这么热呢。小丸子。是小玉。已经起床没事了吗？我已经好多了，谢谢你呀。对了，小玉，在外面上体育课一定很冷吧？一点都不冷，体育课上一直在运动，还觉得很热呢。这样啊，对不起，小玉，我不但对你撒了谎，还让你担心。今天的午餐值日生值日完毕后，请不要忘记把值日服给带回家。是。怎么突然感觉好冷？是因为刚才出了汗的缘故吗？好冷啊，睡衣都凉透了，不早点脱下来可就真要感冒了。小丸子回来了。妈妈，你是在等我回家吗？刚才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连体育课也休息了。已经没事了吗？好，那赶快进来吧。好了，快过来换上睡衣吧。你在干什么呀？都说让你快点换上睡衣了。我先去上趟厕所。难道说不是那个？不是那样的，因为早上实在太冷了。不管天气有多冷，哪会有穿着睡衣去学校的孩子？难道没去上体育课也是因为这个？对不起，小丸子，你这个孩子！忽然从舒适的极乐心情掉入地狱，小丸子暗暗发誓，今后只在被窝里穿睡衣。
奶奶的诅咒。早上好。啊，冰冰，早上好。你的脸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没睡好罢了。哎，怎么了？都是因为昨天晚上看了个古装剧，而且是个非常恐怖的恐怖故事。有个女人的兄弟被坏武士杀死了，他就在半夜进行诅咒的仪式。我一定要报仇雪恨，我一定要报仇雪恨。看完电视节目就立刻躲进了被窝，可还是非常害怕，所以才整晚睡不着的嘛。不是啊，没想到冰冰这么胆小啊。那当然是骗人的情节啦，诅咒仪式什么的只会出现在电视节目中。是这样吗？那明天见啦。小姨，拜拜。哎呀，真冷真冷啊。哦，是什么声音？就是诅咒仪式。终于修好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家里没人吗？为什么家里没人呢？好害怕呀。奶奶，一根，两根，三根。难道那是诅咒的仪式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奶奶是那么的善良，他怎么会去诅咒别人呢？但是你好，这里是英家啊。是爷爷。什么？烤白薯吗？爷爷。丸子，我们在等你。佐佐木爷爷，下午好。小丸子，下午好啊，你可要多吃一点。谢谢您。差不多该烤好了。哦，这次让我来吧，你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再不小心闪着腰了。刚才爷爷腰疼了吗？没什么大事，刚才只是突然疼了一下，就好像被针扎了一下。被针扎的感觉。怎么了，丸子？你只吃了这么一点儿，难道烤白薯不好吃吗？不是，白薯很好吃。那么难道是肚子疼？不是的，不是。我说爷爷。您没有做什么会让奶奶诅咒你的事情吧，爷爷？真的就只有这些吗？再好好想想，除了用香烟烫焦榻榻米，写牌具的时候墨水沾到了奶奶的和服上以外，爷爷就没有做过其他会被诅咒的事吗？想起来了，很久以前我还不小心踩坏过奶奶的一只簪子。居然还有这回事啊。丸子，我被奶奶诅咒了吗？这可能是奶奶平时积累的怨恨。再这样下去，爷爷你就危险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，丸子？我觉得吧，你现在还是先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比较好。而且爷爷，你还要尽量再对奶奶好一些。无论如何，必须先解除诅咒才行。知道了，我会想尽办法努力去做的。干嘛总看着我？怎么了？我的脸上沾着什么了？
不是，那个，爷爷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对不起。真是令人头疼的爷爷。奶奶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啊，谢谢你了。伤脑筋，怎么了，小丸子？今天没什么精神呢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个，再怎么说也无法将奶奶诅咒爷爷这件事说出口。其实呢，我奶奶现在对我爷爷，非常生气。啊，这可真麻烦呀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怎么让爷爷奶奶重归于好。小鱼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啊，我想想啊。做让奶奶高兴的事，比如突然送奶奶惊喜的礼物啦，或者帮奶奶做家务哄她开心啦。帮奶奶的忙？那正好有件事可以帮她的忙。哎，什么什么？好嘞，奶奶上次就说过想晒晒这床被子呢，可最近天气一直都不怎么好呢。这下奶奶应该会高兴了。爷爷，奶奶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奶奶和妈妈一起去静冈的百货公司了，我想大概傍晚就会回来了。那趁着奶奶他们还没有回家，我们去商业街买份给奶奶的惊喜礼物吧。好嘞，走吧，走吧。找个好礼物可真不简单呢。可不是吗？怎么都找不到呢？本来想买个特别的礼物，再加上暖洋洋的被子，我这样做应该能让奶奶消消气了吧。对了，暖洋洋的被子，加上热乎乎的肉包子，能收到这样的礼物，我觉得奶奶一定会笑得很开心的。是真的吗？奶奶会很高兴吗？那是当然了，毕竟热乎乎的肉包子是冬天最好的美食呢。可不是吗？她一定会高兴的。你们两个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都这个时候了还把被子放在外面，反而会变得冰冰凉凉的。抱歉。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奶奶，这是热乎乎的肉包子。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真是太不顺利了，这样下去奶奶会越来越生气的，又会再进行诅咒的仪式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做真祭祀是为了感谢过去一年帮助我们缝缝补补的针，才把它刺入豆腐进行的一种传统的祭祀活动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一直以为是奶奶在举行特别的诅咒仪式，用来惩罚老是做错事的爷爷呢。奶奶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情呢？真是大笨蛋。就是嘛，奶奶再怎么样也不会做那么过分的事情。对不起。不中用的爷爷对我来说也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呢。可不是吗，小丸子？奶奶今天特地去商业街买豆腐，全都是为了煮给喜欢松软食物的爷爷吃呢。
之前奶奶误会了爷爷的一片好心，现在诚心向爷爷赔个不是。那么你没有诅咒我，对吗？那是当然的，所以爷爷一定要长寿，永远和我在一起。真是太好了，爷爷。好嘞，我要多吃一点才能长命百岁啊！哇，疼！哎呦，爷爷没事吧？腰又疼了吗？要不要找一家针灸馆治疗一下呀？用针。用针。虽然了解到诅咒仪式是一场误会，可小丸子和有藏已经对针害怕至极了。嘿，连野口同学也买巧克力了，大家在情人节的兴致都很高嘛。可是和我没任何关系，这么冷的季节躲在暖炉里一动不动是最舒服的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情人节的野口同学和小丸子想变成吗？敬请期待呀。找一道黑。